一往殿下，李承元，你生病了，严不严重啊？你相信我是被冤枉的？我当然相信你了。听说你得相思病吧？胡说什么？谁得相思病了？不会是因为我吧？我是来跟你睡觉，否则不好怀孩子的。我一块肉像一个赠品，从来都不加思索。你锐利，我就心风斜雨。你去哪里？被子还你，快回来睡觉。是冰冷彻骨，如果坐上去的人不比他更冰冷，我怎么能坐得上去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中原的顾小五，我是李朝的五皇子李承寅。顾小五，顾小五是谁？谁是顾小五？顾小五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。真的爱你，你把他忘了好吗？我只爱他一个人。放箭！我让你看着他死。让，继续。恨总比视而不见的好。你在笑吗？把酒喝。是我最后一件事，好好活着。你帮我想办法送点汤药和食材。老婆，我天天陪你喝药。好。